大家好，你现在所看的是 BU 战队对战 POD， 主角是 CS 界的常青树大表哥 Karrigan， 地图是 Nook。 此时阵型是全内场，快速上三楼瞄红房，不着急，耐心等待。此刻要小心三楼底的偷袭，黄房要出闪卡查看。感觉菊花来人大表哥也不轻易露头，瞬间拉出甩枪击杀，不到一秒再爆头，躲到暗处换个子弹。根据爆点，土匪已经下腹二层，忽然狗蛋也击毙，上前放枪再爆一，险些被爆头，血压升高，淡定点着又爆一。美滋滋拆个包非常 nice。此时阵型四内意外，快速来到铁板，干拉而出，疯狂泼水，瞬间击杀。狗蛋也击毙一人，换手枪甩枪爆头，继续下枪。二狗杀敌立功，赶紧扔出死。最后一人被狗剩所杀，团队的配合完美。此时阵型继续默认上次，快速扔出避通物，横穿混烟阻挡土匪进攻。边穿边听，隔墙小跳，同时换弹匣，非常注重细节，不断调整舒适的位置。此刻狗蛋身亡，打算主动查找。突然二狗也阵亡，迅速锁定匪口，还好奶狗补枪。根据爆点，外场人多，迅速回防，来到三楼底急停下蹲，瞬间击杀，又快速抛出三，继续原地架枪。此刻奶狗也击毙，大表哥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断，还有人。果然有捡枪的声音，狂点击杀，不愧为久经战场的老将。继续非常规架枪爆点，对方已上三楼，立即狂穿天花板，最终被狗剩击毙。此时阵型继续默认上次，帮忙扔出道具，突然狗蛋身亡，内场告急，迅速上三楼，同时抛出四，突然双方一换一鼻通咬住，大表哥赶紧上前，此刻奶狗击毙，爆闪必来人，架枪爆头，又抛出滚地，又三狂穿混烟，继续变换位置，超强的第六感告诉他比通还有人，打算主动摸出甩枪，又爆一稳住，先换个弹匣，继续穿墙，狗剩清场。